这个航模是我给孩子做的啊，之前我做过一艘静态模型，然后孩子觉得静态的没有可玩性啊，不太先进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设计了这款可以遥控的、可以下海的一个海陆空3期航母。嗯，孩子也非常的喜欢，嗯，我也很有成就感。啊，因为我之前做的都是铁的嘛，铁的以后收集配件也比较麻烦，而且也容易生锈，也不环保，维护起来也比较困难，所以说我就用不锈钢，然后一些配件做了一个坦克，那是我第一个作品。因为这种东西不锈钢的材质它不需要喷漆，而且呢它不生锈，而且它的这个质感看起来非常好。我这个大概有3年了，3年时间，因为前期制作设计的时间就特别长，因为要边设计边改装，所以说前前后后3年时间才把它做出来。这款玩具它首先整体它是个不锈钢的，再就是它可以遥控，就是我之前不是做静态的嘛，现在它能遥控了，就是也是升级了一下技术。嗯，几十个吧，具体我也没数，反正大的吧就那么几个，小的挺多的。嗯，基本是军事类型比较多，飞机、坦克啊、导弹车什么的，那个比较多。